娶我的人真的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划算。娶我白天上班，然后呢带孩子，然后晚上睡着了之后呢开始做家事，然后一般都是一两点才睡觉，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开始打扮自己，然后去上班。不只是会煮饭，是会做中餐，会做日式，然后会做那个洋式、美式都没问题。你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裳白，像不像要嫁给谁了呢？嗯，好像是有一点。谁要娶我呢？我觉得娶我的人真的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划算。娶我会洗衣服，我会煮饭、洗碗，洗得比谁都早，睡得比谁都晚，每天都会打扫卫生，然后连厕所马桶都会刷干净，而且每天洗完澡那些大家的那个头发那些我也会清干净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做。我还会照顾小孩，然后还会照顾老人，你看好不好笑？我一个人，我白天上班，然后呢带孩子，然后晚上睡着了之后呢开始做家事，然后一般都是一两点才睡觉，然后早上起来之后开始打扮自己，然后去上班。不只是会煮饭，是会做中餐，会做日式，然后会做那个洋式、美式都没问题。被谁抢了？你姓什么？我去先打扫卫生，然后就开始煮饭。那先让我踩踩吧。我走了。